就说你这儿到这儿的距离正好是这个距离，然后你这儿到这儿的距离正好是这个距离，你就是标准的国际脸。别整我！哎，我没整你，真的。国际脸干什么呢？啊，有点那意思啊，有点像啊，好像国际脸。咋了？真的，你很像国际脸。鸡蛋粉喝，哎呀，鸡蛋。